我先顺便也教一下这个，这个只有三个和弦，对不对？你看啊，要做到这个，是不是你一定要会三个？认真一点，你要会啊。哆、发、嗦，是吧？认真一不是哆、发、西、咪、拉、瑞、嗦、哆、发、西、咪、拉、瑞、嗦、哆。然后那个哆到发就很轻松转过来了嘛。那嗦的话也只不过是在移一格而已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你很多东西你一定要这个很多基本，这基本认真一认，我一直强调认真一认，整个认真三，认真四啊，你有空就只要一定要弹得滚瓜烂熟呢，哆发嗦啊。那你假如说你只会这样的，我不是最近听了一首歌叫什么《关达拉梅拉》嘛，对不对？我现在也不放片，因为怎么样牵涉到版权很讨厌啊，只要一放到那个音，那个他们影片一出来之后，本来是很好的教材的。可是你只要牵涉到这些一放，他就警告来，他说你用到版权怎么样这样，所以我就尽量不要用了。然后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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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假如说你只不会，你连拍子你都没办法打的呗，你就能够把认真一弹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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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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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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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咚嘟嘟嘟咚。当然你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你看我刚刚不是讲只有三个和弦吗？那你如果想要弹，你绝对弹不出来。看似很简单，哎呦怎么的？你问题你一打不出来这个拍子。那你如果要如何弹这个拍子呢？你看啊，嘣，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哒。那这个就牵涉到认证三了，认证三我不是教你们这个，所以弹琴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认证三不是有一个那个 Bossa Nova 吗？对。
就这样崩。这是巴萨诺瓦，然后啊，你想想看，你如果同样这里面又牵涉到这个认证三啊，认证三，反正认证三就节奏嘛，认证三最开始最典型的，我用这个是认证三，蹦恰蹦恰恰恰蹦恰。相信同学都会弹的，只要稍微跟我上课一阵子就可以都会认真删了。那基本上你要把这个背起来，蹦恰蹦蹦恰恰恰蹦恰。那刚刚这个拍子也就是这个拍子，咚哒的咚哒哒哒咚哒的咚哒的咚哒哒哒咚哒的咚哒的咚哒哒哒咚哒的，一模一样的拍子。所以你基本上哦，你要会弹这些东西，要每个节奏你要会唱得出来啊，你要唱出来咚哒哒咚哒。那这一拍的话，你光是这个左手这样的咚，你要练很久啊，要练巴萨诺瓦先练一遍这样的，一路下去。那这个是等于说结合的认证三。认证三原来是蹦恰蹦恰恰恰蹦恰，对不对？它基本的结构这样，那个拍子咚哒咚哒哒哒咚哒。那所不同的就是把这个把它拆成那个哆发嗦，蹦恰蹦恰恰恰蹦恰蹦恰蹦恰恰恰蹦恰。如果你只会，你贝斯也上不去，对不对？你只能弹帅的蹦恰蹦恰恰恰蹦蹦恰蹦恰恰恰蹦恰。可是就差了，你除非是你有贝斯手，像比如说我来弹，我弹贝斯，你假如说你们只会蹦恰蹦恰恰恰蹦恰的点，右手打点对，可是像听起来也是蛮好听的，就有只要有贝斯在的，我贝斯咚咚咚咚咚咚咚噔噔噔噔，就很好听的，你知道吗？可是你如果一台琴的时候，你要咚，咚哒的咚哒，叭叭嘣，那所有一切的中这个总主要的是这样，你的节奏你要背在心里面了，咚哒的。巴咚哒的，所以你看是很简单，你要弹这个要花也是要练很久，也要一步一步来。你首先呢要把巴萨诺瓦的拍子弹得非常熟啊，非常熟。那把咚前面两拍咚哒的咚哒的咚。要非常非常熟练，那个节奏融到你的血液里面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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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这个也是认证三里面的，就是把它拆开了嘛，要咚，你看认证三蹦恰蹦恰恰恰蹦恰蹦恰。恰恰后面两拍三拍三拍跟四拍是等于说上八的拍子，哒哒哒。
所以认这三的比较蹦恰蹦恰恰恰，你可以拆解成加了贝斯啊，你这个你就唱咚哒的咚哒，对不对？这三把，然后再来哒哒咚哒，就把三弄啊咚哒。